若干的您好，今天的每日一字为您介绍的是一个子这个字，床子的子。子字的国语注音是子，三声子，子，三声子。子是用竹子所编成一种粗席子，由于席子是铺在床上的，而床也叫做子。如杨雄所著的方言当中有床尘土之间谓之子，左传当中也有床子之言不欲欲的句子，意思就是说在闺房里的悄悄话是不可以传到门槛外面去的，所以夫妇之间的事情也叫做床子之私。子这个字的解释不多，运用的机会也不算广，但是一旦遇到了这个字，就好像似曾相识，有人很自然的就把它念成了地了。但是地这个字的国语注音应该是歌意地，四声地。地是一个运用的非常普遍的字，主指次序，称第一名第二名，称大的住宅叫门第，从前科举时代应试及格叫及第，如中了进士叫做进士及第。地字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用法，就是地也用在我国的姓氏上，如第二、第五、第八都是我国的姓氏，像第五伦是东汉人，为官正直清廉，为汉代的名臣，又有第五元监则是东汉的大族，享教于太学，曾经注释《易经》《诗经》《礼记》《论语》的大学者郑玄就是他的学生。要提出来的是，今天所介绍的地字、子字这两个字，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像了，所以很容易混淆，尤其是在很多的词典上都收录在逐步的五笔当中，一不注意就会弄错的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子这个字是不能够念成地的音的，因此床子也不能够读成床地。当然了，写的时候一定也是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的。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明天再会。